I'm cold-blooded. I'm cold-blooded. Ice in my veins, never gonna run. Venom on my face, fire on my tongue. I'm cold-blooded. It's all or nothing. Oh, 前面就是桂林，面前就是阳朔，咁啊，群山环抱都系咁嘅地带噶啦，个环境吓，咁一路沿住呢个好靓嘅高速公路啊，向柳州方向行，咁啊非常之靓啊个景色。嗱，呢度咧就个景观又唔同咗啦，大家留意到个山头上边咧，亦都好多风车啊，成个山头都系风车，咁都。看到國內不同的地方就會利用了去不同的資源，看到很多風車是吧，那些風車呢就很大座的，那香港曾經試過搞風車，但是搞了一個呢就是在火石洲的，我們香港的西貢，那那個風車呢就都是因為那個香港，原來香港有個岩洞的所以嚟講，那個火山口，所以就後面冇搞到。咁但係我哋離遠睇啲風車好似好細喎，其實真係好大喎啲風車。啊，啲風車嚟講，基本上嚟講，佢係你見到座山咁度咧，其實佢哋係成架嗰啲係即係有個一個扇葉都成40尺櫃咁長嘅。咁有個視頻就講呢啲風車係點裝上去嘅。咁嗰個係即係講係一個新能源嚇，咁唔同地方用翻佢嘅地方嘅資源啊，咁呢度係山區嚇，咁亦都係新能源，咁所以嚟講亦都係體驗到中國裏邊運用即係話係新能源係非常之係先進嘅啊，咁而家入個服務區。这个服务区700米处有违法拍照，服务区都在群山之中，有看到风车都很优美的。而家啲建築都好完美嘅，有時嚟講，我哋見到咧，係啦。好嗱，呢度咧前邊咧就去到一個3公里之後有一個咧就係嗰個係白秀服務區，咁呢個環境咧好優美啊，好優美嚇。咁隔離有個白秀嘅收費站，高速公路啦嚇。咁呢度應該係一個鎮仔啦嚇，一個鎮仔山區裏邊嘅鎮仔。頭先咧經過好多嘅隧道群啊，咁我發覺後邊而家後邊咧冇車追趕㗎，咁前邊嚟講好舒服㗎。沿住呢度我行緊80至100咧。咁兩旁我嘅左手邊嚟講咧，有啲白色嘅小屋，前面群山，呢個咁嘅環境嚟講，其實係最適合響國慶之後如果大家係嚟國內咧，就自駕遊咧，就一定係選擇國慶之後，千祈唔好國慶嚇。國慶咧真係㗎，排車龍啊，高速公路塞車啊，去到服務區大家爭私所用啊。加油站又到處都係排曬長龍啊咁樣，其實你會係玩唔到咩嘅，咁稍微過咗國慶，咁你出行嘅時候咧就非常之舒服啦。嗱，你見到一路駛過去，一路駛過去咧，嗰個係群山之巔裏邊有啲小嘅白屋仔，好舒服。啲公路嚟講，亦都係有曬，總之30公里至40公里咧，半個鐘頭到咧就有個服務區。咁你一個鐘頭嚟講咧，你可以唔使去曬嘅，咁你可能話兩個服務區先去一次咁樣，咁休息一下
咁成個人咧補充翻個精神再上路。咁所以如果你話一般嚟講，可以喺一日裏面可以500公里，其實係五個鐘頭到啦。咁你大約都 OK 嘅啊。啊，呢個係白瘦過去。我哋入去發白瘦服務區，咦冇喎，停止咗喎，停止咗啊，停止使用啊，停止使用。啊，前面就係羅城啊，咁啊，山脈都係一個好我哋叫怪石嶙峋啊，啊可以咁講啊，都好有標誌性嘅。啊！呢度咧就系、是、广西嘅罗城县啊，咁响个休息站里边咧，见到群山之巅啦，啊，咁都非常之秀丽啊！咁啊，大山啊，亦都有怪石。哦，嗱，呢个咧就系、是、广西嘅罗城啊，咁入到嚟咧。就我哋比桂林嗰啲就兩回事噶啦，呢啲啊較為大啲嘅山嚇，咁、啊、就起伏連連啊，全部響曬呢個係山裏邊嘅啊，咁啊亦都睇到啊，去到向住西邊走咧，咁其實都係去到睇見到啲好靚嘅山物噶啦。在群山之中行走咧，有另外一番風味啊！咁啊，啲山遮住太陽之後暗咗落嚟，咁又見翻太陽啊！呢種感覺嚟講，我哋真係自駕遊啊！響特別四川嚟講，個山就更加會大嘅。呢度咧就可以睇到咧一座一座嘅，我哋叫好似有山形嘅山丘啦啊，山丘啦，佢又唔係好大座。穿梭呢個係山脈之中咧，有感覺，有時咧就話覺得哇，真係啊地球啊呢、這個係做呢個係地理啊地理。黃昏嚟到，蓮花天坑，羅城風景區。入住呢個裏邊嘅風景區嘅酒店，大家可以睇到啲價錢。晚上就係、手边朋友的肩膀上，最好是女的男的，男的女的。